盘点网络上动物们的迷惑行为。你这味道也太重了，多久没洗澡了都？小金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我看看。知道什么叫天降正义吗？干嘛？有病啊！有病就去治。好香啊，好香，我尝两口。都躺一天了，好累啊。挡我到了，挡我到了。喂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看啥呢？这是给你增加点真实感。来了来了，谁让你打我的？看我用小拳拳捶你胸口。按摩了按摩了，客官您躺好了。我问你，鱼谁弄的？反正不是我，我先睡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睡了睡了，今天就告诉你什么叫防守。你倒是跳啊，想什么呢？我帮你。别追了别追了，让你摸。咪咪，快下来快下来啊。算了，我还是不下去了。在这干嘛呢？要不下去玩会？下去吧你。你又上来干嘛？谁让你上来的？这啥东西飞这么高？我看看。谁啊？不让人睡觉。一般小马都不喜欢跨越障碍。这谁拽着我？好烦啊。想要掌握节奏还是很简单的。你看什么看？给你一掌。这也太高了。好累啊，我坐下歇一会。这里好像有玩具，我看看。好困啊，昨天没有休息好。前面有个小狗狗，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哎，boy。